好啦，封围冇事，搞掂埋，马上得胜，亦都顺利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赛事嚟到第六场，三班跑千四米，准备，王旗举起。我咧撲出嚟嘅時候，咁啊最慢就係嗰只齊哈哈銀子彈都係慢噶啦。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檔位置有呢個雙龍出海啦、塑料型啦，響埋邊就超級精神白衫白帽第三位啊，響外邊位置仲有進飛將啦，埋邊高耀之寶啊。咁啊大約響第五位嘅第五六位咧，又馬上得勝啦。咁啊出邊又賀喜黃衫嘅，埋邊就風雲武士啊。再後一搭嘅馬龍之恩啦、博愛復星啦，咁啊內欄尾四咧就有齊哈哈，尾三馬風雲、尾二銀子彈暫時包尾咧就係蓋世子牙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八百米嘅段處啦，前面帶頭雙龍出海超級精神，跟住個第三有塑料型啊，外邊第四有進飛將，中間第五位係馬上得勝啊，咁啊再喺外邊位置有賀喜就黃衫嘅，內欄高耀之寶喺中間風雲武士，後一搭嘅馬啦有呢個龍之恩啦，咁啊再後多少咧，先見到齊哈哈博愛復星啊，尾三銀之丹尾二咧就係馬風雲包咗落尾咧就係蓋世子牙嚟噶，好啦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內欄雙龍出海啊，中間進飛將兩個馬中間夾住。白衫就超級精神啊！響外邊冚上多少有賀喜噶，咁啊埋邊上緊嚟有塑料型啊，咁啊外邊打衝鋒嘅馬有風雲武士大愛檔上緊嚟有博愛復星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見到中檔位置咧就有呢只風雲武士鬥緊賀喜噶，外邊上嚟嘅馬有銀子彈啊，最初上緊嚟再一齊哈哈，最後一百米風雲武士依然係佔先，但係外邊嘅齊哈哈逐步上嚟過中邊風雲武士贏啊，第二名齊哈哈，第三名係銀子彈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都係三班千四嘅級數啊，硬淨嘅上季兩 win， 氣管冇血，可能就係因為咁啦，睇下係咪啦。齊哈哈第二，銀子彈第三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呢一隻風雲武士，今日啲飛都同之前零舍唔同嘅，拍步呢邊踩埋落去，緊緊頂住啊齊哈哈。齊哈哈起步慢咗喎，哇、哦、真係喊到唔收得聲啊！第三咧就呢個銀子彈，第四咧何喜。哇！三分鐘的時候，有一注飛將齊哈哈的位置打到十九蚊六價，而家三倍喎，係而家回翻上三倍咯。啊！真係喊到收唔得聲啊！呢只齊哈哈，今日係好好機會喺度同你搏老命贏。另一隻飛價啊，超級精神啊，又係計頭先嗰只飛快威告東尼馬房嘅，又係攬嚟嘅啲，睇下樣嗬，又係 game 咗 over。哦，真係喊啊！阿柏寶望一望出邊，三檔起步就風雲武士啊！哎呀，起步都唔係幾順暢。係啊，但係齊哈哈仲後過佢添，頭先啊，咪又要 pick up 翻上嚟啦。咁但係前面走咧，其實我哋見到啲雙龍出海啊，咁啊，然之後超級精神誒慢慢上圈啦，塑料型都咬翻上次個位嘅啫。開面進飛將馬風雲呢啲後邊抱出嚟，零舍舍拖落後邊啦。哇！蓋世子牙以前好似不在水準咁樣樣嘅，而家個尾度騎啊！今日見到一樣嘢就係高耀之寶咧，冇咗佢出閘嗰陣時嗰個前速，即係正如可能你哋話齋咧，呢只馬嚟緊會係一啲中會轉咯，係中距離嘅馬。你見到今日其實黃志偉一檔其實佢唔係唔積極嘅，但係佢擺唔到喺佢過往幾場跑得好嘅時候應有嗰個位置咯。嗱，見到柏寶呢度已經轉出去㗎啦，似唔似信心十足啊？喺個彎心嗰度啊，一路移一路移咁啊，移咗出去㗎啦。反而齊哈哈咧，原本都跟住佢嘅，咁但係咧就稍微慢過佢少少個反應轉出去啊。哇！你初出啲龍之恩都好似已經立咗腳，入到直路已經立腳啦，係咪包尾？等我哋睇下先知。哇！大家都欣賞下柏寶嗰啲姿態啊，馬上得勝啊，冇乜點望空啊。嗱，見到有馬閃上嚟啦，跟住柏寶臨尾，哇！睇呢幾邊，好痛啊！最後嗰幾邊先緊要啊！哇！真係分段時間頭段十三秒四四，第二段二十二秒六一，第三段十三秒三，末段十三秒七二，總時間一分二十三秒零七，就慢過標準時間四線七。